还好，情人节都飞毛腿，杨妮比那儿先走跑得还快。飞毛腿？什么飞毛腿啊？你是夸我呢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别在意表面意思，你这是领会精神哈。哎呀妈！哎呀！怎么了？ 不会还在因为他俩拿你打赌的事情生气吧？没有，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？哎呀，这事儿换了我也生气。不过呀，你想一想，程朗也是在认真的教你，你的成绩也提高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们俩打赌，获利者其实是你，对不对？说的是有点道理。我们这次绝对不能输给十四中。你忘了，去年十四中赢了咱们比赛之后，逼着咱们叫板。 叫那什么的耻辱了吗？那怎么办？现在一个人都找不到。在集体荣誉面前，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呀？难道真的只有他了吗？